我怎么觉得他们两等打一波，闪绑我会直接死掉啊？有没有可能？那个茂凯闪绑，然后放凉跳出来，我就死了。对，他没魔嘞。主要是往前啊，我压力好大，很多兵哎，不能吧？ 挂！挂！挂！挂不掉哎！ 没办法，毕竟也是辅助界打线最废的角色，那个二打二要赢也是在偷笑啊。可是啊，有没有发现？ 没办法，回家感觉跟死了一样难受。太强了吧，这个闪绑！ 跟你说，他闪现那波跳过来，我就必死啊！大哥，我换枪嘞！ 刚好暴击！哦，妈的，干啥？爆我水！放两秒赢，有信号。 看到了！哎呦，他射程好长哦！嗯，靠，也太痛了吧！ 这边也太难跑了吧！
哇！我的马枪刚好不适合在那里打，啊，很不好。哎，而且我是没暴击啊。 枪，那我们两个会输啊。 我这我都把我兵打光了，我要怎么吸血啊？
我们要冲吧，准推上吧，推下吧。哎，这个画面好像似曾相识哎，有两个要狙击的时候，两个人过去给他们了。 可以吧？队友其实玩的蛮好的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说，人马玩的不错，大东还可以一胜一败。好啦，今天开到这里，吃饭。